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本期呢，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吃的，我们一起来开箱扣扣。哇哦，这么大一个箱子，就这么一盒小小的东西。哇，有响声呢！来来来，开运占卜签，这什么东西？难道今天要占卜吗？那那那，应该不会吧？哦，明白了，开运占卜签。大家过年的时候是不是会去庙里求签祈福呢？哦，那就是这样啊，摇，摇摇摇摇摇，噔儿，没掉出来呢。哎呀！